妈，我帮你。哎，麦麦，今天不上课吗？学校运动会，我懒得去。小懒猪。咦，这不是麦子吗？你们是麦子同学吧？来，阿姨给你捞条鱼。心思了。阿姨，其实是你女儿昨天把我的鞋子给弄脏了。你们又想干嘛？你不会不想承认吧？上面可是被你撒了面粉、牛奶，还有鸡蛋呢。嗨，就是一双鞋是吧？阿姨给你买。微微，这双鞋可是高级定制的，你们啊，恐怕卖一辈子鱼都赔不起。当然，如果阿姨愿意一点一点的帮我擦干净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哦。你别太过分，别忘记还要在耀华学院三年呢。没事，阿姨帮你擦。明天你敢要是再不来学校，我就让你妈擦鞋。哈哈，待会儿有好戏看了。同学们先热身。处理好了没呀？放心，这次体育课绝对让他终身难忘。现场脱衣服，不会是在故意博眼球吧？天哪！哟，还敢来呀？以后离我远点。我没有，不是我做的。闭嘴！郑重请你鉴定开光镜像的同学，我是第一次见，工资要打。好的。老师，不要告诉我妈，这件事情我根本没做过，是他冤枉我了。明天起，不用来学校了。心思。没事，阿姨帮你擦。妈，我来。天哪，这也太劲爆了！这件事情我根本没做过，好好是他冤枉我。你不用来学校了。妈，张小雪，你终于醒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刮坏了你的包，但是我没有钱赔。那你有什么？我身体好。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身体好可以出家务，我做你的生活助理吧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哎，你回来了，晚饭做好了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，还都是我爱吃的。嗯，我妈说啊，厨艺好的人好讨好不好。嗯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工作？顾氏集团着急要方案，改了好多遍都不满意。顾氏？嗯，我对这个领域挺熟悉的，要不交给我吧？你？哎呀，放心吧，你呢，就先回房间休息吧。那你也别弄太晚了。哎，知道，走走走走。顾总，您可算联系我了。别吵，给我找十个人做策划。啊？哦。早餐做好了，方案也帮你打印出来了。这是你写的？嗯。你别做饭了，来我公司上班吧。可是我还挺喜欢给你做饭的。喂。麦总，车今天送去维修了。啊，但是现在上班高峰期很难叫车啊。我送你去，我有车。你这车外观看起来这么高级，不便宜吧？你有这钱还做我助理？不贵，这款风行雷霆才13万，性价比很高，而且现在购买三年用车费用厂家全出。之前都是司机开车，太久没开了。你刚拿车吗？车技行不行啊？放心吧，这款车 FS 领航智驾系统，就算是新手对车子操作不熟悉也不用担心，而且还配了华为热泵系统，实现高效续航，开起来省心又省钱。那确实挺好的。出发吧。
别一工作就忘记吃饭。晚上我来接你下班。嗯，好。麦总，哎呦，男朋友好帅好体贴啊，又送饭又接下班的。别胡说，他做男朋友好像也不错。哇，车里好凉快。这车可以远程控制，提前开空调，舒服吧？嗯。刚做好，吃饭吃。你这车还能做饭？那是当然啦，这车可是有220伏的外放功能，用电十分方便，而且后排座椅还可以放平，随时都能休息。吃完午饭刚好就能美美睡个午觉啦。嗯。喂，麦总，富士集团的人来谈合作了，我马上来。啊。合作愉快。这次这么痛快就签合同吗？顾总。不是让你们别在下班的时候还要做吗？下次不会了。你们，老板，我打听到了，麦总是那么好搞定的，咱们得另出奇招。你套路我。那还可以继续给你做饭吗？为爱背信，我一定心引力的热情，找一颗心只为了你命令。这条，麦小姐，这就是您的双胞胎妹妹。20块。这臭鱼敢卖20块钱，换一条。可我这都杀了。快点，要不然我投诉你。好吧，帮我好好看着，别让人欺负。好。啊！你们又想干嘛？薇姐，人带来了。一股鱼腥味，臭死了。还管臭鱼干嘛的？走开呀！干嘛？你想干嘛？臭鱼了，臭麦。这就别理。你们在干嘛？你没事吧，麦子？谢谢你，阿森学长。森哥哥，你说你这么捉弄一个臭麦鱼的，你就不怕他真心动？那不是我宝贝最想看的吗？走，我给你准备了生日惊喜。学长怎么不接电话啊？学长不会忘了今天的约吧？麦子，这是……快快快，快放大他的脸，把这死鱼样发到论坛上。阿森学长，你说过你喜欢摆满蜡烛的表白，所以我准备了这些。谢谢你总在我需要的时候出来保护我。我想对你说，我喜欢你。干嘛鼓掌啊！阿森学长，谢谢宝贝送的礼物，我好喜欢。你不会以为阿森学长真的看得上你吧？生日怎么少得了生日蛋糕呢？没有蜡烛，太可惜了。哇，这个蛋糕我好喜欢呢。你们给我等着。